陈小春开录《爸那新春特辑》，Jasper 换了发型还长跑，大年初一见。近日，有网友在机场偶遇陈小春一家前往海南开录《爸爸去哪儿五》新春特辑 ，Jasper 紧紧牵着妈妈英彩儿的手，一直跟在妈妈身边。剪了头发的 Jasper 显得十分帅气，酷似小山鸡哥，而 Jasper 也有些长胖了，小脸嘟嘟的十分可爱。而同时也有网友在机场偶遇到杜江父子，嗯哼又长高了，蹦蹦跳跳的，十分期待这次和小伙伴们的相见。据悉，爸爸去哪儿五新春特辑将在大年初一播出，大家又能见到日思夜想的萌娃了。对此，网友纷纷表示，两个小可爱都在《爸爸去哪儿》后因为胖上来热搜，哪有，我们家世博超可爱，求家世博千万别长成扶他的那个白衣叔叔， Jasper 快要成为下一个费曼了，家世博和程小春实力杠风穿搭，帅气，爸爸去哪儿有毒，你看费曼小泼泼胖了，我们求之不得，他一直都太瘦弱，看的人好心疼，讲道理 Jasper 超可爱惹 Jasper 人家才没有胖胖，过年当然要胖胖。